是你了。皮卡皮卡，种子种子，宝可梦。早安，今天我终于不用再骑脚踏车了，换我来享受人生。我今天在台北市的金普顿大酒店，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在这边？是因为我要来解锁我的黑魂宝可梦。金普顿大酒店推出了一个主题房型，是和宝可梦合作的，在限定期间入住的旅客呢，可以获得很多限定的宝可梦商品。它是和日本藤原浩还有 Pokemon 一起合作的，把所有的宝可梦商品变成黑色的系列。然后 Invisible 台北的潮流店也会在这段期间，其中一个房间有他们的限定商品，所以入住的旅客也可以到里面去购买一些很棒的商品。然后之前呢，这个联名的企划在日本其实已经推出过，造成抢购。现在在台北的朋友，你们不用坐飞机，直接在台北一样可以享受这个主题限定的房型以外，也可以获得这些入住好礼。我现在就要去解锁我的黑魂宝可梦 ，Go Go！的楼层全部有主题的设计，现在就要去开箱给大家看喽。开门中 ，door opening。哇，好可爱哦！你看，卡比兔子，天哪！一来到这边就看到我最喜欢的卡比兽，它在这边睡觉，好可爱哦。这次的联名活动呢，金普顿酒店也把饭店的走道布置成 Game Boy 的游戏场景，都是草地。然后呢，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都知道，神奇宝贝他们都会躲在草地里面，所以呢，等一下往前走的沿途草地上会有两只隐藏版的神奇宝贝，如果来的朋友呢，可以顺便去找找他们在哪里。发现神奇宝贝了，在这里，很可爱，隐藏版。它躺在那个草地里面，哎，被我找到了，皮卡皮卡，皮卡皮卡。准备开箱我的可爱房间。游戏画面打开的样子，然后这个房间里面每一个小角落，太兴奋已经语无伦次，每一个小角落都有一些可爱的小东西，我带大家去开箱看一下哦。先来这个阅读的书桌，首先在坐下前有一个可爱的小抱枕，在限定商品店可以买得到哦。然后眼前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入住的每一个房客呢，他们都会获得三颗宝贝球，然后其中一颗宝贝球打开会有一个可爱的小钥匙圈，有可能会是小火龙，也有可能会是杰尼龟，杰尼杰尼，或者是妙蛙种子，种子种子。这三个里面其实我真的都非常喜欢，希望我可以获得种子，种子来开开看看哪一颗宝贝球里面，从那边开始好了。第一颗就决定是你了，这是什么？消费券，满3000送300，现折现抵，所以等一下拿着这个券去隔壁的限定商店可以折价。第二颗再来看看有什么。金普顿旅行组，就是酒店送的旅行组，也不错，蛮实用的。那就是在这里面了。来看看我的宝贝球有什么？我先用手指来触碰，感觉一下我获得了谁。这个小尾巴是，等一下，感觉一下，我知道了，杰尼龟，杰尼杰尼，超可爱的。虽然我蛮想要获得种子种子的，不过杰尼龟也是非常可爱，而且它做的好精致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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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它这个杰尼龟的龟壳也有做缝线，马上获得一个限量小商品。好，带着杰尼龟继续去环游这个房间，带大家看一下房间的另外一个小角落，这个
是我刚刚要求旁边的服务员帮我放进我的房间，就是他，卡比卡比卡比兽会在这边好好的睡觉，陪我今天晚上入眠。这个也是限定店里面会卖的，我刚刚本人已走进商店，已经先订购了一只，因为这个在日本期间限定店的时候已经销售一空，买不到，刚好台湾也有少量的进货，所以我刚刚已经去马上订购了一只卡比卡比。今天晚上如果有任务的话，我再通知你。继续来看看。小主角就是这个皮卡皮卡皮卡丘，这只超可爱，而且它是一个很厚实的皮卡丘。入住的房客呢，也可以获得一只皮卡丘或是一只卡比兽。我今天获得的就是这只可爱的皮卡皮卡，摸起来超舒服的，很柔软。今天晚上就是有皮卡丘陪我一起睡觉。这个房间里面呢，也会有一个这个 Figma 的地毯。这地毯做的很厚实，刚刚那个限定商店的店员跟我说，昨天第一天开卖卖的有点好，快要卖完了的感觉。然后它这个呢是潮流品牌 Figma， 这是和 Pokemon 他们合作联名，所以每一个限量商品的身上或者是 T 恤上面都有这个闪电，也就是 Figma 的 logo。 我等一下要去订购一张地毯，今天要破费了。然后呢去那边看一下入住的朋友旅客们还可以获得这个超大的限定购物袋，还有拖鞋，这个我觉得很棒，因为它是做那种毛巾布的材质。最后带大家去看一下茶水间，这里也有特殊的小东西，精灵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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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而且它的精灵水有附三罐，但我刚刚我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矿泉水，所以我就把它不小心喝掉一罐。然后他们的这个卫浴设备还会送这个，这次的卫浴设备也会送这个高级的沐浴组合，超棒的。Pokemon 的联名企划 TVP 企划就开箱到这，今天晚上就由皮卡皮卡 and 卡皮卡皮陪我一起入睡了。如果对这个房间主题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上网预约这个特殊的主题房型，在期间限定呢，听说有点抢手，希望第二波的预约可以即将展开，因为我本人想要带朋友再来入住一次。然后这个是饭店入住送的拖鞋跟刚刚那个购物袋，还有我要带回家喝精灵水，还有这个苏打的精灵水，冰淇淋汽水糖。 OK， 我还买了一件衣服，身上那件其实不止买一件，最后还买了这个跟大家说一声 good night。 好了，今晚我就要这样子睡觉。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分享。我要睡了 ，Good night。